本来要来问他这个橘色的，我们代理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品项。看了 EPT， 天那一只，我要买黑白的。现在超火红的 Bagel 店。现在还有这种托盘。认真购物的一天，可爱吗？太欢乐。在三角地的咖啡厅，是最近蛮新的，然后很漂亮的咖啡厅。在我存了这间咖啡厅之后，然后我有追踪的一个韩国妮刚好就来打卡了，让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上，因为真的很漂亮。那今天的行程会是先去三角地的咖啡厅，之后再去江南的霞欧亭买东西。好，就跟我们一起过一天吧。哇，现在韩国也是大太阳，只是韩国很多这种上坡路，所以走的有点喘。但是我们这咖啡厅安排也不错哦，很简单到达。如果有兴趣的人，真的到时候收藏一下我的 IG 贴文。因为快要万圣节了，好多这种可爱的万圣节咖啡厅哎。哦，这间也好可爱哦。妈妈到了，嗯，哇，超可爱的，哇！我看照片以为是在一个山坡上，结果没有到很山坡哎，超多韩国人，因为这是现在在韩国在红的店，超可爱，它叫做 Teddy Bear House， 哇，它这边要等超级多组。我刚登记的时候，前面有24组，所以我现在，好，혹시 take out， 好的，감사합니다。可以外带面包，那我决定要来外带面包。감사합니다。这是卖最好的，然后要买什么呢？你要포장하시나요？네，이거아이스아메리카노하나랑따뜻한라떼하나。네，아이스아메리카노하나랑따뜻한라떼하나요。예，21,000원결제해드릴게요。준비되면36번으로불러드릴게요。아네감사합니다。好可惜不能内用，不然它盘子超可爱的，那它包装袋也超可爱。我买这样子，我是36号。我们外带好了，那它很贴心，它外带有给我一个这个提的，然后它袋子也很可爱，后面是泰迪熊的，超可爱的。店真的是在韩国超夯，全部都是满满的韩国人，一个外国人都没有。那我们就外带了，之后在门口的这个位置上面拍拍照。他袋子超可爱的。逛街也都在这边。那我们现在要的目标是要去我的品牌的代理的那个 Crocinium 的
江南店。我们那天有去了望远店，然后望远店的话，我是因为喜欢它外面的那个红砖墙很漂亮。那江南店的话是它有出最新的橘色，江南店有卖。我的代理商跟我说，江南店去了吗？我这次安排一下江南店，然后刚好在阿古中这边，跟我要去买鞋子是差不多地方，我们就一起来。好像快到了，是那一间吗？对，到了，到了，到了。不是小小一间？对啊，小小一间。哇，它也是红砖墙，好。对，到了。江南店限定的橘色，但没有看到那个杯子跟盘子。哇，我本来要来问他这个橘色的，他说明年才上市，现在只有这个抱枕，是吗？对啊，现在只有25,000的抱枕。哇，我还以为现在已经有了。决定带一些这个环保购物袋，它是联名款的，然后我们代理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品项，所以带一些回去我们卖场贩售。我跟他买一些那个布跟发圈带回去。OK， 哦、OK， 那好，我们带这些。大家真的要去 Woolly Girls 的卖场，只能在我们这边买得到哦。네감사합니다，买好了。哎呦呀，撞到我了。大家请前往 Woolly Girls， 我只带一点点现货回去。好了，我们买完了。结果他的那个杯子居然还没有开始贩售，然后店员超亲切，他说明年才开始贩售。然后我跟他说我要买其他这些橘色跟黑色的，就是新产品。好，那我们现在要去下一间，就是最近超级红的那个 EPT 的鞋子。我这次可以来韩国，就想说。顺便要去一下本店，是在阿古炯的店，但要走20分钟左右。快点！这个马路超大的。他的已经跑到那里了。这家是什么 ？Hello， 这家。哦，好可爱哦。这家好可爱哦。快到，快到了，找到了 EPT， 不知道有没有现货。那一双黑色白色的，那是蓝光的玻璃。我的鞋子是左边那一只，我要买黑白的。啊，他现在只有25磅，然后他刚刚说这边只有一间店，哎，你觉得嘞？对对对，他认牌。你知道两双？再试试看啊。我一样颜色。黑啦，我们就在找这双黑色的，25磅，其实是可以的。
올라서 내려가시면 돼요. 오케이. 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买好了，付款了，12900。好了，又买好了，今天真是购物行程。那因为他说六没有，所以我们就买了255，然后我试穿了，就是 OK 啦，因为它原本就偏大，所以我们就买好了，买了两双。如果有兴趣来韩国的人，有喜欢这个品牌的，一定也要来这边看看，不买也来逛逛吧。哇，我们刚刚往前走几步就遇到。 现在超火红的Bagel店，这间超有名，敦敦 Bagel Museum。我们本来想说，如果有时间要过来踩点的。那如果有人要来这间 Bagel 店的话，就顺便排那个 EPT 的鞋子，安排在一起。因为它的 Bagel 都卖光了，我们就点了一个饮料，在这边拍拍照。如果要吃 Bagel 的人，可能就需要早一点来。 韩国地铁就是一直爬楼梯，一直爬楼梯啊！我们先去一下这个 Hollis Coffee。老师请了我跟妈妈咖啡，所以我们先来这里，先找位置。哇！ 都是假象，<笑>我刚刚也以为这边是，好搞笑。哎呦，一直在爬楼梯。好，没有太阳可以，好不好？好。我之前念韩文的老师，他说要请我们吃，哇，风景好好。他这个给我这个，等下去震动的去拿。 你看，我也喝热的，在冒烟哦。你会拍这一面比较漂亮。哇，看起来好棒哦！蛮感谢你们老师啊，谢谢老师哈。太感恩了。天气超好，但我妈喜欢喝热咖啡，所以我们就点热的。然后提拉米苏跟我家点的鸡蛋沙拉。 现在在梨泰院，就是梨泰院跟汉南镇的那个，他跟你讲话吗？真的，今天要去那个汉南镇逛街，然后我们从梨泰院出来，因为我们刚刚先去喝 Hollis 咖啡，那现在的话，我要去我的这个牌子的店，在汉南，好喜欢哦，好久没来这一区了。 左边。哎，我怎么记得这里之前是 Lifer 一大栋，现在换成别的品牌了。地上满满的都银器。我见您穿新买的 EPT 鞋子了。哇，我们经过一个卖酒的店，看到我之前请朋友代购的这个 Sweet Rose， 这是韩国内的板上都会出现的酒。天哪，等下想要买。 小罐的回去，因为我看到它有出小瓶的耶，在这边，这个想买想买，待会再进来逛。这个品牌现在在台湾很红，韩国也超红的，很多台湾人来韩国代购。汉南洞这一区就是这样子，很多这种小店很漂亮的。然后因为它都是这种斜坡。 所以它就是，有没有觉得它有点往下的感觉？有啊，就斜斜的。嘿，韩国都是这种斜坡。汉南洞这边的话，就是在梨泰院跟汉江镇这两站的中间这一段，就是韩国人也很喜欢来的地方。这个也是那个拍照的店，只要写 photo 的都是哦。
不太好。这家，哎，好好。大家来门口拍个照，是不是要排队？排队呀，那你要排啊。对啊，人好多，我就是要来买帽子。哎，他说等一下。他说要等一下才进去。你这顶就是啊。对啊，就这个，我的这顶就是啊。人超级多，这么小小一件哦，真的好小哦，帮我拿那一顶，谢谢啊，全送你的、啊。这顶，这个，你不讲那一顶哈、啊？那一顶咖啡色也好看。哇，因为你娘也日本가서。这个也好看。人超级多，我要买这个咖啡色的。哎呦，这件好脏哦！当然了，这个是大家试戴的。好恶心哦！怎么都那么脏？要有新货吗？要有新的。这个颜色。哦，对，这就是你这个是我的，这两个是颜色。哦，없어요？이거없어요？이거는있어요？이거없어요？啊，只有这个有呢，这个没有啊。那这是只有这，那这个也没有哇。哇，想来买不到。哎，네아이거있어요이거코드로인재질이다른거어롱코드买好了然后他店里面什么颜色都缺货还好我就是最想要的是这个绿色配米色的这个有然后跟本来想买一个咖啡色没有所以买了一个这个深蓝色深蓝色然后有条纹的我刚刚都没认真看价钱那你帮我拿一下多少四万二是吗哦对对对四万二哦两个价钱不一样一个三万八深蓝色的比较贵四万二绿色那个拼色的是三万八哦，这布料比较好，对，比较厚一点的。哎，这布料比较好，但还好有买到，我觉得很开心，不然真的都没有了。哎，这一点还蛮好看的。刚刚好多人问都没有了。哇，好看哦！买到了，人超多的哈。我们买好了，然后我现在戴了这一顶刚买的新的绒布的，对不对？配口罩好漂亮。配口罩不是啊，配我今天穿搭很好看。然后刚刚我那个绿色那一顶，还有人以为是店里的，还说要拿来试戴，我妈吓死。这家现在超夯的，在韩国也超夯的。隔壁还一家卖什么？好，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来，一定要记得来逛逛哦。在这边，在笑脸的旁边。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也是我的想去很久的地方，是叫做 Dipound 的，之前很红的帆布包跟欧尼都会有的那个杯子马克杯。那我看它距离这边才九十几公尺而已，很近。对，就是在汉南这边可以一起来。汉南这边也超多漂亮咖啡厅。就是如果逛街逛累了也是可以喝咖啡。这件好可爱，然后这件也好可爱。妈可不可爱？好可爱哦！啊，到了到了，妈咪到了。左边这个，不是，就是这个 Dipound 的 showroom， 这是我想要去的品牌。这个到了到了，就往前一下下而已，很近哦。哇，终于来朝圣本店了。天哪！哦，它里面好香哦，超漂亮的。
哇，它里面有开暖气，好热。它的帆布包超有名的，我打算买一个，买那个绿色的那个图案的。我要买这个，这个超可爱，他们家有名的是这个图案的绿色的，这个34000。你看 best item 有没有看到？它这边有写 best item。这个比较可爱，我想要买这个。哦，它还有这种牛仔布的新的。它现在还有这种托盘，然后盘子，好可爱哦。走去楼上看看。哦，它楼上有拍照的哎。它楼上有一个那个 Photoshop。二楼好漂亮，这个是户外阳台，哦，可以在这边拍照。找到了，我的杯子是这个，我有一个这个杯子。那时候也是从韩国空运来，请朋友帮我买的，好可爱。买了这个，一个34000，一个28000。买好了，我买了一个杯子，一个包包。今天真的有认真购物哦，认真购物的一天。这间店是我追踪超久的品牌，超喜欢，终于来韩国朝圣。今天发现 Depot 隔壁是这间超有名的甜甜圈店，可是上面没排队，但是下面这间在排队，对不对？嗯，对。楼上那个甜甜圈超有名的。我之前去过他的另外一个分店，他如果来这间修润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甜甜圈店。他好可爱哦，他现在有这种万圣节的。然后甜甜圈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图案吧？就是这个笑脸的粉红色袋子，超可爱。少女心要疯掉了吧？好可爱。这笔好可爱，生意超好，好可爱哟。梨泰院这边超多这种小小缝缝，然后很多楼梯的小路，然后大家也是一直这样穿越。这里的咖啡厅都好可爱哦，在楼上。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我搜寻的时候看到的漂亮的咖啡厅。到了吗？哦，就是这个，超可爱的，它有一个水池。啊，可爱，那好可爱哦，去这边坐着吧，超可爱的。哇，它有好多面包和甜点，这很棒，想吃这个。它也有室内座位。从上面阳台可以往下拍，韩国人都从这拍的，可爱吗？
们点的饮料，点了故意点了很适合蓝色的果汁。我们用脚架在自拍。好，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了。然后好险有刚刚有想起来这一间咖啡厅，就是在汉南这边。那它是这种泳池风，它夏天的时候下面是会有水的，然后冬天的时候它现在就是没有水，它现在就是有点这样子蓝蓝的，看起来就是营造出有点水的感觉，但是鞋子可以踩这样子。那逛街好玩吗？好玩啊。是不是都带你去了现在正在很夯的店，对不对？这一间也是非常有特色。对，这间很漂亮哈，这间很漂亮。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有买了帽子，然后买了我的 Dupont， 然后今天去了这间咖啡厅。那就是如果大家有来汉南的话，推荐要来这边，这个真的现在很夯哦。好，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了。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喜欢，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追踪 IG。啾咪，安妞。他还穿了。